OK， 这个就是我要准备的一次性的内裤，然后产后的卫生巾，这个，然后哺乳内衣，然后就是出院要穿的衣服一套，妈妈的。然后就是宝宝的出院的衣服，一件衣服，一些手套，然后帽子和袜子，对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包巾，就是包着宝宝，然后可以抱回家，就免得着凉。我知道，他们不知道。嗯，然后放这个东西，然后还有这个保温瓶，这个要做什么呢？这个就是装那个红枣水，就是可以在医院的时候喝红枣水。OK， 放进去。就这个东西交给我。OK。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东西要带，好像比如说牙刷、毛巾啊，就可能。医院有时候也是会有这些东西，可是我们如果你比较希望用自己的，就可以带去医院用，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交给我，其他还是交给爸爸。爸爸的工作就是负责拿这种出动的工作，这样最幸福的工作交给爸爸。OK。